那么各位呢，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哦，就是你可以做个轻松的这个动画设计师。哎，我要问一下各位，我们中正我记得没有设计学院，对不对？没有嘛，吼。那人家读设计学院要读4年呢，啊，你3个小时就要出师，你这样会不会太过分？哈哈哈，好。那他们到底读4年要干嘛？哦，那其实因为现在其实设计师上有不一样的什么不一样的需求啊。你要讲求原创的，当然我们就鼓励你去读这个设计学院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从头开始，然后开始从没有到有，然后慢慢的去发想，把你的原创发挥出来。可是现在不管你读理工学院、读文学院、读这个其他的所谓的社科学院，请问？你有没有很多时候要办活动？除了海报，像我们上面有个海报需求外，有没有机会用到？可能要做个影片，对不对？招生也好，或者是这个活动的成果，还有什么？像比如说你要经营社团，哎，我要吸引人来看，我要给人家看一下，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啊、成果啦，或者是说要举办，就算研讨会也好，现在连科普是不是要有一些动画？把一些比较艰深的知识让人家知道嘛，不然你讲太多专有名词，听5秒钟就听不下去了。哦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会跟各位介绍，就是说你怎么样在3个小时里面就可以比较轻松的，很快就把你觉得以前好像很难的，一下就做出来，你觉得有没有可能？我们往下看一下，来，这个先 play 一下。好，诶，你觉得你待会上完课应该这个做得出来吧？啊？你怎么那么没有信心？来，那下面这个，你要成为动画设计师诶。这样应该都可以嘛，吼！你们带有诡异的笑容，怎么可能不行呢？对不对？其实很多的这些吼，你都可以看到，像我们这边还有这个，因为你想看看哦，你要学做动画，要不要有一些影像处理的基础？要。平面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些至少你要会画一些东西呀、啊。好，那再来做动画，不要学动画的相关的软体。要，那你要做视讯，要不要学一下视讯剪接相关的软体，甚至视讯特效？哎、啊，广告那3个小时就不用玩了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就是要让大家很快就学会。那我们的主要的内容会放在哪里？放在这边，您到这个上面哦，这里。有没有看到一个任务？我们主要内容是放在任务里面哈。今天刚好符合这个嘛哈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暖暖包一下，应该要的啊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要先打预防针嘛，待会玩的时候才不会感冒嘛。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们会介绍一些就是你应该注意到的一些新的趋势啊，关键字你应该会的。接着我们会有一些你做动画的一些新的选择，给你看一下哈。那这个呢，你就可以像这样点进去，哈，都可以像这样，比如说，哎，这个你点进去，它会另开一个视窗，好，另开一个视窗，哈，这样你就可以在这个里面去看。那顺便提一下，就是如果你要跳同一个任务里面，这边不是还有其他的吗？你可以点这里，这边有没有这个直接跳了？好，也可以上一个下一个，这边、这里、前后也可以都可以点，好，不一定你一定要从第一个开始，这样了解？OK，好，那。了解这样的概念之后呢，我们在这边顺便跟各位介绍一下，我们等一下研习进行中，我知道大家平常还是难免怎么样，不好意思举手，对不对？或者你看我正在讲话，你也不好意思去打断嘛，那怎么办？我有帮大家准备互动白板，好，你就直接点这个网址进来啊。对的哈，我们还有一个研习问卷，
课后要麻烦你填写哦，你可以先从这边点一下，就会进到这边来，好，就进到这边。那这个是大家都及时的互动，所以你在打别人你会看得到，好，也看得到哈。那这里呢，你有几种方式？第一个呢，就是用标准的文字区块的方式哈，所以你只要点一下，你就可以在这边提出我有问题，这样可以吗？颜色什么自己决定嘛哈。好，这是第一种方法。那第二种方法呢，如果你觉得这样打字比较慢，有人喜欢用画的，你可以用涂鸦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可以用涂鸦的，这样了解。如果这个你觉得挡到你的，你就把它移到旁边，你也可以移动别人，别人也可以移动你，看大家的功德心啦齁。你当然也可以把别人删掉了齁。好，来，这邮件删掉一下。好，再来呢，如果你的是比如说我点进来我的画面哪里有问题，你也可以怎么样，直接把画面截图，截图糟糕，我怎么用到大陆用截取画面。好，你把你的画面截取之后直接来这边贴上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那大小当然你就看视情形需要了，如果我发现大家的真的空间不够了，我会再把这个白板放大一点，好，你可以继续写啊，不然我会把白板擦白板擦掉，这样了解 OK 齁。待会你就可以先进来试看看，因为这样子大家的互动性会比较高嘛齁。好，那我就会待会我会进到这边来看啊，我会回答那个有意义的问题就好了。好，那另外呢，我们右手边这边齁，刚刚有跟各位提到有一个这个研习的问卷，我这里有准备好，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录影吗，对不对？我会同步就传到这个云端硬碟上，好，同步传到上面去。所以如果你觉得你也不好意思问，也不好意思举手，你就直接把老师 replay 就好。像刚刚这个已经传上，你就点两下。不知道怎么注册的，你可以下载下来看。如果还没有产生预览的话，那如果已经有预览的，你就可以在上面直接看，也可以。这样 OK 吗？可以哈，好 ，OK。那我就先把画面还给各位。请你先把我们的互动白板你先把它打开，好，你把我们互动白板打开，然后呢你可以进到任务里面，任务里面等一下呢我们会来跟各位暖暖包一下，好 OK。